晨三点，醒来一整天疲惫，错过了末班车，把自己灌个烂醉，反正我无家可归。也许我们原相信可能拼到了最后，可能也只有可能。难道我们是被世界抛弃的人，还在为了做梦一等再等？但至少我今天谢谢你啊，一直困扰我的问题，突然我就茅塞顿开了。郭老师啊，您都谢了我好几回了，我呢就是随口一提，还是您自己灵光一现。哎，行了行了，咱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不过话说回来啊，你有没有发现，每次一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咱俩还真是挺有默契的，真的很神奇啊。是吗？那郭老师，您觉得我是多少赫兹？嗯，你是多少赫兹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啊，你肯定不是一只海龟。你才是海龟呢。好了好了，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嗯，那我走了，拜拜。郭老师，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52赫兹的鲸鱼肯定不止爱丽丝一只，她不孤单。有谁能够理解我这个时候的心情呢？30多年的快乐轻松，终于到了承担后果的时候。20岁的时候说，男人30是道坎儿，真正到了这岁数，才知道，这不光是坎儿，还是放大镜。他会把一切好的、坏的，全都放大还给你。倩倩在微博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我们轻视着世界的物欲，标榜着清高，到最后收获的只有嘲笑。这话说的就是我。咦，你这看房子去了？黄油、芝士、巧克力、盐豆、糖，对，就是这些材料。你要把这些材料全放到一块儿去做一个蛋糕新品吗？嗯，这能好吃吗？不知道。你今儿没惹什么事儿吧？你说，这面子、房子、车子、票子，这不都是人的欲望吗？人的欲望会膨胀的，那这些东西难道不能吃吗？不就是长胖吗？有什么呢？不是，咱们俩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哈，就是，咱们先说这个东西啊。你看现在所有人的观念都是想要瘦一些，都希望瘦成闪电，对吧？你这么多容易发胖的东西还堆在一块儿去，你觉得会有人买吗？没人买，我就自己吃。对，现在人就强调减肥、减肥再减肥，健康、成熟、稳重。可是人都有脾气的，脾气都要发泄的。人在不高兴的时候，难道不能暴饮暴食吗？长胖一点又怎么样呢？人在开心的时候就笑，不开心的时候就哭，反正一切都是浮云嘛。对对对对，都是浮云，都是浮云。说的没错啊。那个，你做你的，你当我没说啊，你当我的话都是浮云啊。你别生气啊。
来，这是您的。哎，好，欢迎下次光临啊，拜拜。哎。今天这篇微博，我想向你们致敬，致所有努力生活的人们，你们辛苦了。也许你们经历着反复的自我否定，经历着选择的进退维谷，似乎变得迷茫、纠结。然而你们却从不曾妥协，哪怕荆棘密布，也要走出自己的路。也许你们有着鸿鹄壮志，但是现实总让你力不从心，不断从理想跌落现实。又或许你们正遭受困厄挫折，已经精疲力竭，你们全力以赴地抗争，然而现实的力量却总比你们大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让你们离梦想近在眼前，却又咫尺千里。也许你付出一切，一直在追求幸福，但是幸福却像一抹影子，它看似离你很近，却又总是和你保持着距离。你能看得见它，它就在那里，但却永远也抓不着。也许你们远离家乡，只为在一线城市有一个立足之地。今天我想推荐一款蛋糕，它的名字叫浮云。它包含奶油、芝士、巧克力、焦糖、各种果仁，还有一大堆 MM 豆，集合了你能想到的所有高热量食材，实在不是保持身形的最佳选择。但是在吃完这个蛋糕之后，你所有的压力忽然在某个时刻烟消云散。它的甜蜜、油腻、满足感让你忘掉了那些心力交瘁，忘掉了那些悲伤凄凉，忘掉了卡路里，忘掉了存款数，忘掉工作的压力和领导的训斥，忘掉生活的艰辛与梦想的曲折，只是单纯的发泄着，放松着，活着。就像这款蛋糕的名字一样，浮云。只要活着，其他皆是浮云。我希望大家就像汪国真先生诗里说的，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不要流泪，不要悲伤。你总是说为什么生活会那么的苦，那是因为你的梦想特别的甜。刘总，礼物已经送到老爷子的书房了，另外300套给参加宴会客人准备的定制瓷器礼品也已经到达了会场，米其林的厨师团队也做好准备了。今晚的会推到明天吧，我怕我晚上状态不好。
我想我应该没有来晚吧。今天老爷子大寿，这都几点了，你还在公司待着，心可真大呀，一点都不着急吗？这有些人呐，这到我店里来，明明是要找我帮忙，有话跟我说，但是来了之后呢，什么话也不说，哼，真也是搞不懂，这不像你性格呀。这么热情相助，也不像你的性格。行，那彼此彼此喽。向先生，男士礼服也准备好了，您要不要试一下？哎呀，都挑些什么样的衣服啊？你也很清楚的，我对衣服的款式比较挑剔的，要是不好看的话，这衣服我可不穿的啊。谢谢。不客气。行了，走吧。走。哎，爸怎么先到了？小飞，看啊，这儿折这么一下，然后呢，这两边拉一下，你看，这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还是小飞厉害。那可不。怎么了？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我都吃饱了。哎呦，这早高峰晚高峰很堵的，您是很久没有工作了，您不知道。我还上什么班啊？嗯，现在是你奋斗的年代啊，我也该歇歇了。你想把我累死？哎，我真不敢把您累死。是，您说的没错，该我忙，该我忙啊，我来行不行啊？乖，嗯，乖什么乖啊？不乖，我又怎么了？你多久没有来看我了？盛楠工作忙就算了，你呢？啊，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来了吗？好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哎呦喂，爸，我一个月来看您四次。你还是不记得我？你一个月看我四次？嗯，他有那么好的心吗？找一个啊，来。今晚有会，晚点回去。你好好在家，要乖。来了。
今天公司的会有点多，抱歉。找我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急你所急。你有办法啦。你是圣诞老人吗？小飞啊，嗯，我记得我30岁生日的时候，盛南也就2岁吧，嗯，差不多，就这么一点点。他趁家人不注意呢，嗯，就偷偷的喝了两口酒。喝酒啊？啊，真厉害。最后的结果呢，喝醉了，满场的跑啊，跑得非常可开心呢。看来他从小就爱跑啊。盛南呢？不是，盛南藏哪儿去了？哎，你帮我找找啊。哎，爸，咱不找了，咱不找了啊！盛南他在，他一直都在。他在哪儿？他一直在你心里呀，是不是？其实您自己知道，在您的心里边，盛南一直陪着您呢，不是吗？你说的也对，他在我心里。小飞啊，嗯，你没当过爸爸，那种感觉你理解不了。你看着一个小女孩渐渐的长大，越变越美丽，变成了女人。可是你总在想，总有一天她会走入别人家，成了别人的妻子。这种感觉啊，无法形容。我总是说，谁要是能娶了我们家的姑娘，那他这一辈子那是积的福啊。对，对。哎，你一定要记住啊，你跟盛南结婚的时候，你对我的承诺，我记得。如果你要是对盛南不好，哎，行了，爸，我知道。我之前所说那些话呢，我一句都没忘，我都记得。哎，对呀，你说什么来着？我说，咱们永远是一家人。今天是您生日，我们给您唱首歌，祝您生日快乐，怎么样？
时眼泛泪光，过去短似一场，也不忘生男家圣男、啊，圣男，你怎么来了？圣男，你在何方？圣男，请洒向我。你怎么来了？爸。啊，圣男，哎呀，是我们家圣男。好好，不哭不哭啊，圣男。这么多，哎，你慢点下去。刘总，您没事吧？嗯。向先生，要不我送你去客房吧？啊，老郑，你先回去吧。好。早，这么早醒啊？早。那许久未见，真没想到这见一面这么激情啊！别想太多了，就是喝多了而已嘛。嗯。不会影响到你什么吧？影响到我什么？影响什么？那女店长啊。你放心啊，我肯定不会到处乱说的。那只不过是个女店长而已，没有别的关系，别瞎想。是吗？我还以为以你的效率。我的效率？我什么效率？只有我的效率啊。昨天晚上，谢谢你。都是两情相悦的事情，又不是第一次了，谁谢谁呀？我是说爸爸的寿宴。哦，应该的。不早了，我还要去开会。行吧，我就走了。早饭就不一块吃了啊。哎，对了，嗯，你那个蛋糕店最近营业额应该到瓶颈期了吧？你怎么知道？给你一点小建议呗。
一旦饱和了需要扩张，我建议你开几家连锁店。这饱和要扩张我也知道啊，但问题要开分店的话得需要大量资金，这资金是个问题。这不用担心啊，我可以帮你啊，我可以做你的合作商。我还是不想让你帮忙，我想靠自己，不想靠你。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才去帮你的，我是真的觉得你的那个蛋糕店是笔好投资。还是算了吧。好，走了啊。嗯，要不一块儿吃的。对了，跟你说件事儿，那个下次去看爸爸的时候跟我说一声，老爷子毕竟什么都不知道，有些事儿一码归一码，行吗？嗯。走了。最近这么辛苦，要不周末我们出去逛逛？去哪儿啊？我想带你回大老家见一下我父母。见父母啊？你好，我呢是跳跃科技的 HR， 很抱歉啊，上午有个会议让您等了这么久，咱们可以开始了。洪先生，其实我对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你设计研发的小白机器人的经历呢让我很明确，你就是我们公司要找的那个人。我可以保证啊，你只要来到我们公司之后，你的能力可以得到全部的释放，不会有任何的阻碍。我想了解一下，是薪金的问题是吧？这确实是最关键的。我们研究决定了，就按照你的那个标准来，啊！而且你只要通过了公司的考察，你可以迅速的组建、领导一支10到12人的团队给你用。你可能误会了，你想说的是我们公司的发展是吧？这么跟你讲吧，我们公司这两天呢正在进行天使 B 轮的融资，红杉资本、金沙江创投，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呢，我们的公司是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
您可以让我先把话说完吧。我想了解一下贵公司目前主攻的项目是什么。项目？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全力主攻的项目。
你这一路跟过来，挺辛苦的呀。你知道我跟着你，要不然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呀？这是哪儿啊？星星福利院。这些孩子都是孤儿，为了顾及他们的感受，所以没挂牌子。你们两个为什么会来这儿？我早都跟你说过，我们俩不是一般的朋友。你们俩确实不一般。他跟我说他在开会，却跟你来这儿。别着急生气，他不跟你说，不代表他不信任你，不代表他要骗你，恰恰是因为他太在乎你了。再说了，他也没会开了。什么意思啊？他辞职了。自打你辞职那天起，他就坐不住了。可是江大凯不同意他离开。你要知道，他刚到智动科技的时候，签了一份特殊的劳务合同，这里边不但有江大凯承诺给他的1%干股，还有一条霸王条款，一旦他强制离开，就要赔偿一笔数目不小的违约金。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呀？你刚辞职，心情不好，他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不过你不用担心，我认识一些专业的律师朋友，可以帮上一些小忙。跟你说过了，也算是经过你同意了。之前我向您提出离职，你说让我好好想一想。现在我已经想明白了，我不可能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我把工作已经交接完了，今天我正式离职。如果你还要以解约条款来要挟我的话，那我也会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我的个人权利。Lisa， 我们有必要这样吗？我们不再是我们。为什么？童宇，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不好的事情总是自己扛，好的事儿才愿意跟大家分享。你们两个为什么会来这儿？这家福利院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有点长，喝杯茶，边喝边聊。所以说你是这帮小朋友的国王，而他是他们的王后。都是孩子们瞎叫的，孩子们。这家福利院经营了几十年了，创办人去世之后差一点黄了，后来是我跟许多一起出的资才又办下去的。这些年也是我们两个一起经营管理的，每个月都会来几次，这毕竟也是我们的家。有个事儿啊，你得帮我个忙。许多大部分的钱全都用在这儿了，本来我一个人是可以的，但你知道他的脾气，非要跟我一人一半。但是现在他辞职了，收入出现问题了，还要死扛，劝劝他。实在不行我先垫上，等他以后有钱了再给我。估计你也发现了，他会莫名其妙突然消失，甚至是夜不归宿，原因都跟这儿呢。这些孩子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会第一时间赶到这儿来。这些年难为他了。还有个事儿，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什么事儿？昨天晚上我们俩见面了，不光聊他辞职的事儿，还有你。还有我。我找了几个搞资本市场的朋友聊了聊，得到一个好消息，
对于现在的市场来讲，自动驾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坏消息是，童宇呢是块肥肉不假，但它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它是从智动科技出来的，智动科技已经申请了3个研发阶段的项目版权，而且放出话来了，要断了童宇的后路。朋友们呢，怕麻烦，不愿意招惹童宇，这个你也应该能理解。那怎么办呀？能怎么办呢？这条路走不通，咱们换条路走。尽量的去规避这些公司。我呢，找了南京几家的大型网络公司，他们对智能科技很感兴趣，而且也愿意大力发展。资料给你拿来了，看看吧。还是你有办法啊。你呀，应该是个骄傲的人。我觉得腾飞科技最合适。好啊，那要不要见面聊一聊？太好了。所以说，你是在帮我找投资？本来是想办踏实了再告诉你。好，谢谢你啊。都这个时候你还相信我？谢他，人家说了，你是天才，我希望你能像他相信你一样，相信他。有些事情不是我不想说，是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感同身受。倩倩，我李杰森要在上海买一套属于我们的房子。我们之间是不是也改变了？其实人随时随地都在改变的。是谁改变了谁呢？怎样换些泪水我交代纯手怎样努力奋斗还好又怎样被看穿又怎样潮湿再美都扔到一旁怎样旅程出发怎样换些泪水我交代纯手怎样努力奋斗
怎样，被看穿又怎样，嘲笑再美都扔到一旁，怎样一阵。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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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